卫的老婆回来了。教练廖嘉欣教练、苏博雅，还有队长刘威廷，然后教练刘聪达、李泰将、韩琦教练，还有我们教练吴明杰教练，相机，来右边的右边的来，那边那边右边的右边的。好，我们要先直接请。小佩，请。有什么想讲的？都可以讲。非常谢谢大家，就是非常关注我们跆拳道的比赛的赛事，然后也很高兴能为中华队，然后拿下一面奖牌，然后谢谢大家。家里有没有媒体朋友想要特别问题要想要提问跆拳道队的？那行。机场公司跟这个体育署有特别为你们安排这个便捷的通关程序啊，你们有感受到这一种机场跟国家的用心吗？就是感谢国家，就是其实帮助我们很多，因为像是这次通关流程的话非常的快速，然后行李也是很快就可以拿得到，那整个流程都非常的顺利。台湾其他媒体朋友提问。谢谢他们，我很爱他们。非常标准的答案。每次回国都会非常想要喝一杯手摇杯，然后加珍珠，这是我应该必喝的饮料。就是一样，还是非常谢谢他们，就是有在电视前面关注我们比赛，就是感谢还是再感谢。好，小嘉玲那个手摇饮我们来处理哈，没问题哈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